是不是超好看？就是下一点给你们，那给你看臀，侧边的弧度，侧边这个线条，变身，认识。那哼，嗨，大家好，等一下，等我架好你们 ，OK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美丽旺娜，好久不见。既然我都出现了，代表我有事情要告诉大家，对吧？告诉你们，真的，今天要跟你们分享一件事情，就是单纯纯分享，就是怎么那么漂亮？不是，不是分享这个。这个早就分享过了，大家都有目共睹的吧？什么？这么久没见了，还是一样有病？没有人开玩笑讲真的啦。大家一直都知道我有在健身，然后因为我之前健身的时候穿的衣服都比较偏，就随便买一买，随便穿一穿这样，然后就去健了。因为我最近有在研究健身衣怎么做，然后我想要做一件很美很漂亮的衣服，但是我还没做出来，因为我还在把关。但是哦，虽然我说我要做健身衣，对吧？但是呢，我今天没有要买我健身衣，因为我健身衣还没做出来，所以卖不了给你们。所以我今天不是业配，现在就是今天这集真的不只要给男生有眼福，还要跟你们，还要跟你们我们宝贝女生分享，就是我真的是很好看。像因为我其实一阵子没有健身，然后我最近开始恢复健身，然后穿上去身材还是。那个形状是非常明显的，是不是开始觉得我在讲屁话？因为我一直不拿出来给你们看，就是这件，不要看它很小，是不是很小？的确，它真的很小，因为我穿这个的时候，它其实有时候、不是有时候，它就我的大腿是会被它挤的，所以大家可以买大一号。然后今天这集有福利要送给大家，啊，真香！哎呀，不废话那么多，我现在直接穿上去给你们看。我买了裤子，我买了两个颜色。第二款是这一款，这个肤色跟这个藕紫色、紫灰色，我现在穿给你们看，真的很好看。等我，死呀！什么什么叫我现场穿？你以为我不敢哦？来呀、啊！裤子我还是去厕所穿一下。OK， 好了，因为我用手机拍镜头没办法太远，给你们看一下我上身，是不是超好看？就是下一点给你们。你们看我全身是不是很美？如果你穿了这件还当不成辣妹，那你来找我。这件真的很美，在后面、侧边，因为它这个收腰收得很紧，然后它的肉也不会溢出来。穿那种衣服，然后再搭个西装外套啊，或是搭个正常外套啊，都很好看。它每到这件让我直接愿意就是马上来拍片给你们看，真的，因为我就好想要分享说，哇，我买到这么美的东西，我一定要跟大家分享，而且没有说很贵，比 Lululemon 便宜吧。我虽然173，但是我算是64或55身，所以。其实很挑健身衣，腰一定要细，才会让整个身材看起来更好。但是我腰太粗，像要如果这样的话，看起来我好像臀也没有那么明显，就好像练的就等于白练。你看，这腰收得很好，就可以让你的身材比例更加分。刚才发现，我原来我刚才站在顶光跟你们讲话，你知道我多重吗？我54公斤，一般直男可能54公斤太胖了吧？哎，各位，我173。但是正常来说，如果说真的腰这么细，或是能包到这么好的话，真的，你看，算了，给你们看一下，我脱掉还是我这样拉下来，还是是不是有这个？那我这样子是不是直接细烂？是细烂哎，直接，对不起，
可是健身你胸部一定要紧啊，如果你胸部这样松松的，然后突然健到一半突然一颗跑出来，哇，那大家健身房的人会很开心欸。那你们看臀侧边的弧度，侧边这个线条，这就是美到爆炸。然后它胸部呢，胸部里面也还有胸垫，这种衣服基本上一定要有胸垫，而且是还蛮软的。真的要说它唯一的缺点吗？就是因为它是国外买的嘛，还是要等，这就是它唯一的缺点。其他价格上，然后实穿性，然后外形，我觉得都是物超所值的。而且这个颜色比黑色看起来不会那么死板，那么沉闷，不会太浅，也不会太白。哎，好像同样意思哎，就是不会太浅，也不会太深。因为太浅的话会，如果假设你有肉，会看起来更肥。那如果说太深的话，就比较无聊嘛，不会裸露。然后再加点小配饰，还是很有搭配的感觉。你大家就觉得哇，这女生身材好好，然后又健身，还会打扮，一点装饰，就是不是真的很颓废，就是头发这样子，然后去健身，这样是可能就是被健身教练。啊，我不说话，你们自己欣赏一下。OK。谢谢你们让我说话。我现在换另一件裤子给你们看，就是比较肤色的这款。那是我还没有穿上去的样子，这边是不是还有一点肉？然后穿上去之后，哇，直接包起来。所以这样感觉有点对人不尊重，马桶观众，对不起，我就开个玩笑，不是，允许我乱讲话一下吧，生活已经过得够压抑了，连我连讲话都要在意，那谁还在意我？我都这样子了，还有人要骂我吗？一年之战。这件裤子我就没有买上衣的，你们知道为什么吗？重点来了，福利来了，因为我不小心把这个买了两件，叮叮。但是不好意思，这件我有穿过，所以不是新的。因为这件我买了小一号，所以我穿这件有点太崩了，穿给你们看。毕竟我要抽出去了嘛，我要跟他最后的离别，我穿给你们看。等一下，仔细看哦，仔细看要差别哦。现在这样，你们找到这两件的差别吗？就是 logo 不见了，logo 不见了。所以这件我想要抽出去给大家，因为是 XS 嘛，然后抽到的话我就拿去送洗。想要抽的各位在底下留言说，说我想你，汪娜。我这么久没拍片，就是因为没有人说他想我啊，所以我想要大家说想我，要求点温暖。新真理系列将会是，已经不是以前可能干瘦了，我现在就是有健身，然后是让自己整个身材更好，然后也更喜欢自己。那我觉得我这才算得上是真理，对吧？留好言了吗？好，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结束。因为我很爱看网购，我之后会分享很多我觉得比较我买起来不错，然后又质感又不错的衣服给大家，然后大家也可以去买。我会常常拍片给你们看的，因为其实我最近有点觉得自己不够好笑，不够有趣，不够，像我现在有点想太多了，你知道吗？所以我就会有点停滞，因为不敢发片，我怕大家不喜欢。但是我最近是有点他妈的管他的。发就对了，毕竟还有很多小宝宝们想我呢，对吧？对吧？不讲话。